干嘛？他前一秒还在大骂人哎，就现在变得很腼腆。我才没有的。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要去菲律宾。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去的。对，你看还有这个丑八怪，开心。当你坐在我旁边，我就不会害怕了。它是小飞机，我就会很怕。不用担心。太热了吧，我们好像走在那个三温暖的那个包厢里面。我们现在要先去把，因为我们要再转速物，所以我们要先，但我们转速是晚上六点是，所以我们要先把行李拿出来。今天整天就是搭飞机的行程，但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好朋友叫 Mario， 他会带我们去附近吃个饭啊，去逛逛。我希望他可以先带我去换钱跟买墨镜，不然我觉得我眼睛快瞎掉了，忘了戴墨镜。哇，好 man 哦！啊，我们这一次的武器，对。我们这一次呢，没有买那个 SIM 卡，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两台手机跟两台电脑用网络，所以我们去这个 Global WiFi， 租了这个。他说打开就可以了。Welcome， 我连到了。有网络吗？有，有了。然后他这边上面就会写累积使用多少的那个 Mega 数。哦，你袂烦恼讲，我来即马较到两点啊呢？不是，我今日要出国，要去南京，就阿爹，哦，南京，阿爹就南京，所以要跟他们在一起。Welcome. Sorry, because the Taoyuan Airport. So we are delay 1 hour. This is Mario. Hello. Welcome to the Philippines.现在第一站呢，要请那个 Mario 带我们去，It's okay, it's okay。带我们去换钱，因为我们现在身上没有任何的菲律宾币。Mario, yes, I got all of the casino. Yeah, all. No shopping mall. No. Wow, very very expensive. Very expensive. Okay, it looks like hotel.你去哪里了？我没有，我看到菲律宾的确实我太兴奋了。我们已经往前走，要不是我叫住塞皮，要不是我叫住马里奥，你就迷路，你就不见。我们第一餐呢，就是我问马里奥说他们这边有没有类似麦当劳的东西，然后是他们在地，他说这间很有名 Jollibee， 然后是他自己也很爱的，他爱死了。对，我们要去吃。跟台湾有什么 very delicious。 你们刚刚很好奇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刚刚就问马里奥说这是 Lumpia， That's Lumpia， Lumpia。 然后我们就查它，因为 Lumpia 翻译找不到，没有英文。对，然后就发现说是春卷，它是类似春卷，然后里面是包肉，然后它念起来很像台语 Lumpia。 Taiwan's name is Taiwan 春卷新卷， but if at my hometown is Lumpia 一样哦。看到菲律宾的品牌马上走进来，不是，就是想要知道菲律宾的品牌有什么样的衣服啊，想要看一下嘛。不行哦，奇怪。Oh, it's like you. 我现在，你要看让我翻白眼吗？看不见。So hot. Feels so hot. Yeah. 他说现在要带我们去买 milk tea。好了。
Let's go. 我来泰国，这是菲律宾。但我现在有点太热。这是菲律宾先生。我来菲律宾，终于要喝到了第一杯奶茶。是日出茶太吗？对啊 ，Why is milk tea very famous in Philippines? Why?I don't know, but I think people also love to drink tea. And aside from that, there are like variations of tea in the Philippines. No, because the milk tea is very popular. Very popular. 我刚本来拿那个环保杯的那个袋子给马里奥，就马里奥竟然拿了一个。哎，这是源自我家乡的合成帆布，是我们台南纯手工。重点是你看这些写什么？马里奥。谢谢。Your friend give me? Yeah. Ever give you? My friend give me. Taiwan's friend? Taiwan's friend. Yeah. Wow. From Tainan. From Tainan. 怎么可以在这边喝到这么熟悉的味道的奶茶？你包里有花石榴丝卡。This car? Jeepney! That's a jeepney! Jeepney? Yeah, the national... It's famous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There's a lot of jeepney in the Philippines. We're now already at the... Sorry. We're now already at the airport.这台飞机是国内线的飞机，可是好像比较大台，而且人很多。对，但我们从台湾飞过来的飞机比较小台。是有收姜饼的业配是不是啊？一直玩。真的很好玩啊！而且飞机还没有起飞，还有这个，走开你！外面风景很美，看外面来。哇，好美！再怎么美也比不上我。可以下说下吧，你这不作证啊？Huwag maglagay ng kahit na anong...阿凯说西部，沙龙西部，感觉今天一整天都在坐飞机。我现在大晕车，大晕车。A big mall。我们从那个机场到慈恩寺这个路程当中。那个第一次见识到苏武的那个交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他惊人，大打劫，然后谁都不让谁，然后一直叭叭叭叭叭，那喇叭声不用钱。感恩常驻的慈悲，他帮我们准备了很棒的宵夜，你看。My school, your school, yeah, Fo Guang College. 我现在觉得可以吃到这碗面。非常的不容易，感恩常驻的慈悲，真的很好吃哎。可是因为舟车劳顿，然后这碗面就觉得非常的温暖。Hello， 这里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非常的知足，因为像我们如果进来，肯定说哎。就因为现在还在新建，可能没有冷气啊，然后房间可能为什么还没有自己的厕所？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浴室？粉刷的浴室什么？可是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有这些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一切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明天就看师傅要安排我们去拍什么吧。对啊。